放放放，这沙放吧。有。你们开了，你们超分多么远？空间又长。没有。超分的多，放啥地方？对，超分没有啊。老板要麻烦。啊？熟饭嘛？哦，好的，熟饭。到大碗那个叫的，有点营养不良了。来的。来的是吗？冷的。冷的。还准备还老板娘了，这个人。老板要什么粉？帅哥要什么粉？切粉啊、哦！要辣椒没？嗯，要。丫丫吃饱了没有？吃饱了帮姨婆收完么？姨婆要给叉烧，给你加叉烧不收钱。皮薄馅大，加点水给它卤仔。哎，为了来姨婆这里吃个免费的云吞，帮做点工。我们小时候就吃姨婆的粉长大的，现在带你跟表弟回来吃姨婆的粉。酒不能卖螺蛳粉了，搞得都不记得放腐竹给人家，刚才来搞点腐竹去。一碗辣一碗不辣，这碗我来搞漂亮。要了要洋洋要了。干洗干又一碗没有酸菜没？这是没有辣椒哦。哎，今天我来上班，你们说要什么？反正不是我的，亏本不是我。阿弟，加哪里的了？我加不把猪肉嘛，又猪肉了。没辣没有味道个哦。啊，没好多奶奶要免费的那个山楂茶，搞点山楂茶。小朋友，你要什么粉啊？啊？螺蛳，10块钱的螺蛳粉。你能吃螺蛳粉啊？好辣的不？我姐吃。哦，你帮你姐打的。2块钱的。哦，这样子，这么精的，4块钱加2块钱，不就是6块钱得一碗粉吗？好精的不？分成两碗来打，得两份配料不？哦，来，小朋友的，给你们一点了。好喝吗？这个山楂茶？然后打包一杯山楂茶不？啊？给我来切这个，等一下亏本。这么薄可以吗，老板娘？好了，越来越薄了，前面切不了那么薄，那前面薄的也得亏本，我自己吃一片。那你需要干辣椒两白一个。两白。阿妹，你馄饨的呀？啊？哦哦哦，这哦，一直先卖是没？
贵的。江口街最好卖的粉店。啊，这个小小丁的算了，我吃掉。